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勞工子弟中學參加觀誠法師嘅講座。觀誠法師喺加拿大溫哥華創建咗國際佛教觀音寺，亦都喺北美、喺香港、喺中國、喺東南亞等地宏法利生，扶貧助學。法師除咗喺香港《溫暖人間》雜誌的專欄文章，在新盛財經台的廣結善緣節目，亦都更加在九龍灣創建了界定為講堂。今日法師會同大家分享他多年的禅修的心得，同大家探討用禅修的方法嚟到解決大家生活上的煩惱。咁喺講座的後半部分，會同以往一樣都有 Q&A 嘅集環節。大家如果有問題想請教觀誠師傅，大家可以將你的問題寫低，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格法師在講座的後半部分會為大家一一解答。咁再提醒大家，因為今日觀誠法師係會同大家係探討同埋係分享禅修方面的一啲解決煩惱的方法。所以在講座的進行裏面，觀誠師傅亦都會同大家係實地嘅，會有一啲禅修嘅一啲嘅實踐。所以請大家將你嘅手提電話校到靜音，有信息都五點之後先至睇。大家一齊，我哋而家用安靜虔誠嘅心，恭請觀誠法師就座。而家我大家一齊起立。大家雙手合十，迎請上官下乘大和尚。觀誠法師將會引領大眾向佛陀三跪拜，請大家跟隨三聞順：一聞順，二聞順，三聞順。恭请观誠大和尚升座。请大家合掌。我哋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清，咁念完之后咧，因为今日有南传嘅法师参加，咁所以我哋亦都念南传嘅三皈依。南传嘅三皈依，你跟住我念就得啦。我念一句，你跟住一句。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达萨。南无达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萨玛达萨，南无达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嗱，我哋念三皈依，布达萨拉南噶查咪，
Tamam saranam gacchami. Saranam Sangam saranam gacchami. Sang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dhammam gacchami. Duryang 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sangham gacchami. Duryang 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ng 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请大家放掌。刚才咧系南传嘅三皈依，我哋已经念过啦。因为今日有南传嘅龙婆嚟参加，咁啊，所以我哋表示我哋对南传嘅欢迎啊。咁我哋今日咧系礼拜日呢段时间咧，通常大家系休息嘅时候嘅。咁大家喺休息嘅时候，仲咁殷切。放棄了你休息的時間，你應酬的時間，來這裡追尋佛法是難能可貴的。大家剛剛可能經過擠迫的交通，又趕來這裡聽佛法，所以呢後面還有很多人在來，如果 有位置應該給他們椅子坐下。我們將我們的心識平靜下來先，因為大家很匆忙地趕到你這裡，可能也未來過勞工子弟學校，我都是第一次來的。原來勞工子弟學校的禮堂這麼堂皇，它這種堂皇是樸素之中的堂皇，你看天花又這麼高又這麼闊，這裡差不多有900多人的，這裡可以坐那台有成2000呎，是相當一個理想的地方來的。大家在這個理想的地方是聽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法，是難能可貴。那我們先將我們未講經之前呢，將心識平靜下來先。那怎樣平靜下來呢？大家知道我們開始學佛的時候一定要三皈依的嘛。三皈依呢，就是有可能你們或者你不記得了，你曾經有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程序的嘛。第一呢，就是要懺悔以往的罪業，第一個程序。第二呢，三番揭磨的三皈依。第三呢，就是四宏誓願了。你曾經發過四宏誓願的噃。那我們這樣了，我們現在五分鐘的時間將心識定了下來。我們四宏誓願裡面，眾生無邊誓願道，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即是簡單來說，道眾生斷煩惱，學法門成佛道。今日你就做到了。點解啊？因為你從逢生發願歸依嘅人咧，一定要發願道眾生嘅。發願道眾生點解啊？就係幫助所有需要幫助嘅人回歸社會，愛護你嘅家庭，回歸社會，愛國，個個都愛國噶啦。所以度眾生就是度盡一切眾生成佛，所以每一個發願的人都要度眾生的。你今天來聽佛法裡面都有個沉著住的目的，
將來你學咗佛法咧，你會同好多眾生講佛法，咪度眾生啦，斷煩惱。你今日就係嚟斷煩惱噶啦，學習點樣斷除自己嘅煩惱，亦學習點幫助別人斷除別人嘅煩惱。所以我哋今日嘅題材專題係咩啊？怎樣從煩惱中解脱出嚟啊嘛？你要度眾生，你要斷煩惱，你一定要學噶嘛，唔係得把口講噶。你唔學習點可以斷煩惱？點樣做眾生？所以係學法門啦。最後成佛道，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好啊！咁我哋而家咧用五分鐘嘅時間，將個心識平靜落嚟。如果你平靜唔到嘅，你就諗幾個字：度眾生、斷煩惱、學法門、成佛道。一路你眯埋隻眼，鼻眼觀鼻端，鼻觀心嘅中間，心嘅中間觀下邊嘅丹田，將個心識平靜落嚟。五分鐘，五分鐘之後我哋再繼續。大家眯埋隻眼，將個平靜落嚟。五分鐘，將個心識平靜落嚟。我哋而家要聽佛法，學習斷煩惱，點樣去斷自己嘅煩惱？不單止自己嘅煩惱，斷斷幫助眾生斷一切煩惱。嗱，我哋而家五分鐘啊。請大家合掌，上面有四句偈語，大家跟住我一起讀，跟住我讀：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請大家放掌。好，各位法師、各位善信、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這個講座。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講什麼呢？如何於煩惱中解脫出來。那我們今次的講座，我們的內容是怎樣呢？我們先今日呢三小時裏邊，其實而家冇三小時嘅，得兩個半小時嘅啫。呢三小時裏邊，我哋要講啲咩咧？大家要知道，第一，我哋要講煩惱嘅普遍性；第二，煩惱嘅根源；第三，煩惱所帶嚟嘅情緒病；第四，煩惱點樣生起嘅；第五，煩惱嘅心係點運作嘅咧；第六，我哋嘅心識儲藏無量嘅煩惱種子，點解咧？點解我哋有煩惱咧？嗱，呢六項全部都係理論嚟嘅。呢個理論令我哋能夠了解煩惱。每逢我哋要解決嘅問題咧，第一件事我哋要了解嗰個問題嘅原因所在，先至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其實，當今在香港咧，最近我睇見個報告咧，10萬個學生裏邊咧，根據一個 survey 咧，有一半嘅學生有抑鬱恐懼嘅特徵嘅，有10萬個裏邊就有5萬個有咁噶啦，而5萬個學生裏邊咧，四分之一人曾經意圖想自殺嘅。這個很嚴重的，而且我們的長者呢，最少有 10% 曾經意圖想輕生，不想再活下去了，自殺的人數越來越多。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用佛法加上我們普通的科學常識、心理學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這些問題。這個是怎樣了解煩惱。好啦，咁下邊咧，禅修止觀。咁我哋了解咗煩惱之後，我哋仲要有咗理論，仲要實踐嘅噃。
點去除煩惱呢？我哋得個講字冇用㗎，我哋了解呢個煩惱，淨要知道點樣去解決呢個煩惱嘛。咁啊，要我哋用禅修止觀嘅方法去解決煩惱。如果我哋用普通嘅心靈學、心理學嚟講咧，就係心靈嘅治療 ，meditation therapy， 心靈嘅治療。第八，誦經念咒。嗱，呢個誦經念咒唔係純粹從宗教嗰個角度睇嘅噃。呢個誦經念咒咧係一種陰聲嘅治療，叫做 sound therapy， 係陰聲嘅治療。咁我哋用咁嘅角度去探討，就唔係純粹用宗教角度去探討噶啦，唔係純粹用你信就得啦。你信觀音菩薩，你信釋迦牟尼佛，你就有希望啦。我哋將科學心理帶入去佛法。第九，禅修與念佛實習嘅地點與時間。咁我哋知道點樣去禅修，點樣用心靈治療，點樣用陰聲治療。咁我哋喺邊度治療？點樣治療啊？好多人咁，我去邊間佛堂啊？我去邊度治療啊？呢啲要探討下啦。最後咧，親友對情緒病患者應有嘅態度。在座今日各位嚟聽呢個專題，唔係一定你有情緒病噶，可能你嘅親戚，可能你嘅朋友，可能都有呢個問題嘅噃。如果我哋有呢個問題，我哋應該對我哋嘅親友患咗呢種情緒病，應該用咩嘅心態呢？係咪批評佢？係咪離棄佢、卸離佢就得呢？係咪淨係同佢解釋理論得呢？你同有情緒病嘅人用 reasoning、用 rationalization 去解釋俾佢聽，佢聽唔入耳嘅。佢嘅理論仲多過你 ，Google 一揾就有啦。點解有情緒病？個個都揾到啦。所以你唔需要再解釋俾佢聽你嘅理論，佢需要係你嘅陪伴、你嘅恩惠，佢需要你嘅時間，並唔係需要你嘅批評。呢個種種，我哋今日都會探討。咁禅修、誦經等等，呢啲係屬於咩咧？點樣去除佢嘅煩惱？我哋今日希望喺呢仲有兩個半小時嘅時間，就好少嘅啫。其實呢個題材咧，三小時係做唔到嘅，即係盡量將好多嘅資料濃縮埋兩個半小時係一個好困難。呢個係一種 challenge 嘅。喺25號。今日就係19號啊！喺25號咧，我會喺廣大再講多同樣嘅題材，就嗰個就是英語嘅，嗰個英語嗰個題材叫 How to Overcome Emotional Challenges。但係我發覺呢個 challenge 唔係 How to Overcome Emotional Challenge，How to Challenge Myself to Give Such a Broad Topic Within 3 Hours。你明唔明啊？呢個 challenge 就 challenge 我自己啦。啊，嗱，咁我哋。咁我哋講呢個內容，一定要有用咩嘅知識去講呢？三句不離本行，我係出家人嚟噶嘛，我唔可以偏離佛法噶，所以以佛法嘅唯識宗、禅宗同密宗帶入去，咁再加埋我哋對於科學嘅認知 （neuroscience）。關於我哋個腦係點運用嘅咧？我哋個腦平時係點講嘢嘅咧？我哋嘅 cerebral cortex 個腦係點 work 嘅咧？你要知道一下噶嘛，因為情緒係心理嘅，心理係影響生理 physiology 嘅，心理又影響翻情緒嘅。咁你兩方面都要知道噶嘛。咁所以一定要知道少少科學，你唔可以純粹用信仰去解決呢個問題。咁除咗呢種之外咧，我哋仲要用一啲心理學 psychology 嘅噃。咁我哋就係糅合咗唯識宗、禅宗、密宗、科學同心理學，我哋大家一齊探討一下點去解決呢個問題，點去了解呢個問題。大家贊唔贊成？唔贊成嘅可以好。咁我哋繼續咯喎。嗱。大家要知道煩惱的普遍性先。有沒有人沒有煩惱的？沒有煩惱的請你舉手。沒人舉手的喎。即是大家都承認煩惱是有個普遍性的啦。所以你有煩惱你不要悲哀，每個人都有的，是或多或少的。
六道生活中的众生都是生活在逆境烦恼之中的，所以我们有人生的八苦，生老病生老病死，四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怨憎回苦，叫做人生八苦。还有苦苦坏苦行苦内苦外苦，好多苦的，你查在佛经里面 Google 呢，几十八种苦。那是不是没有快乐呢？佛法不是消极的、哦、我们从痛苦里面跳出来就是快乐。法华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妙法莲花经，经中之王。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的众生住的世界呢，整个 universe 叫世界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的嘛。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欲界最低层的界，还有色界和无色界的。三界无论你在天上，色界有十八天，无色界有四天，十八加四几多啊？廿二啊！廿二天里边，佢嘅天人都高级过我哋噶，佢个快乐高，佢嘅寿命千千万万年，都系犹如生活喺火宅一样，都系痛苦嘅，犹如火宅烧嘅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所以千万唔好认为自己或者家人有抑郁烦恼而觉得羞耻，或者隐瞒，或者责备抑郁者，我哋应该点啊？勇敢面对它，察觉它，接受它，包容它，再加以佛法慢慢去化解它。即是不要一味是批评或者觉得羞耻不想讲，个个人都有的，你一定要面对它。而面对它不是叫你憎恨它、厌恶它，我为什么有抑郁，我很恨我的抑郁，为什么我这么没用，为什么我经常有自卑，因为在抑郁上面你再增加个憎恨下去，还增加个自卑下去，偏偏呢就不是减，不是化解那个问题，是加强那个问题。所以大家要面对这件事是以逆来顺受的种态度去面对它。好了，那我们说了烦恼的根源了，业力所招感的，如果是用佛法说，由业力所招感，业力我们的烦恼不是只看现世的，你以为你的烦恼就是现世的烦恼，业因为业力有两方面的，是现在世所造成的业力。这个 业力呢，如果我们要 用 common English 去说呢， karmic energy， 这一种负面的力量、正面的力量，有现世有过去世的。现世是今世的烦恼，如果在佛经上面讲叫分别我执，现世的执，我的 ego 的执，因为现世种种环境而产生的，例如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环境，如果政治不安、经济不景，这些逆境也都会带来很多烦恼的。个人家庭的背景、学识、习惯、性格等等，全部都构成现世的业力所产生的烦恼，全部这些都是在因果律里面可以解释得到的。这些烦恼是从心而起的，所以你每一个心念里面呢，就会影响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即每一个人的心念、都会影响你的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呢就会带动到你的习惯性，你习惯是烦恼，你习惯是抑郁，你习惯是自卑，就成为一种习惯。习惯会时常去 repeat， 时常都有这个习惯构成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从命运、性格一路去到最的因是由你的心念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改善并不是改善环境，先改善你的心念先。这个是簡單嚟講嘅業力，因為講業力係要講好，即係好長嘅時間，差唔多業力就要講一課嘅。咁有個過去世叫做驅生我執，即係生出嚟就係喺上一世帶動嚟嘅。我哋知道佛法嘅時間層面係好廣博嘅噃，成個宇宙就不外係時間同空間 ，time and space。時間就係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就唔係淨係呢一世。
過去唔係昨日，唔係淨係昨日、前日、前年或者出世嘅時候，而係上牽涉到上一世嘅呢樣咧，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得到嘅，因為佛法講嘅時間觀咧係千千萬萬年係有過去世嘅，直到一路延綿至今世嘅。咁如果係對於驅生我執，即係以前帶落嚟嘅業力，我點改呢？我個煩惱點改呢？就係基本上咧係用三個方法。以前所帶落嚟嘅煩惱嘅業力，可以用三個方法去改善嘅。一個就係懺悔，一個就係行善，一個就係用佛法去改善。但係今日我係冇時間講過去世點解決嘅煩惱，係冇時間講到嘅，因為講懺悔、講行善、講佛法咧，係要好長嘅時間。所以我哋今日希望能夠，我哋就講到現世。我哋現世嘅業力、現世嘅煩惱點樣去了解？過去世呢樣，如果我哋今日有時間，我咪講啲；冇時間，亦都未必涉獵得到。啊，咁我哋繼續啦。咁講到業力咧，好快咁講，大家如果係睇過佛法咧嘅經典咧，你都會知道噶啦。業力 karma 就係造作咁解。包括個人的行為、社會的活動、自然界的運作，所有一切的造作，所有的 action、speech 都會，言語都會產生能量的。這種能量就是所謂的業了。眾生的業是從三個 avenues， 是三個層面做出來的。一個在你的行為裡面就叫做身了，另外在你的言语里面叫口，在你的思维里面叫意。所以众生有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即是什么呢？ Action, speech and thought。 你所有做的事就是这三样东西，表现是这三个方法来带动你的业力出来的。除非你没有言语，除非你没有行为，除非你没有思想。你冇言語，你冇行為，你冇思想，你就唔係有情嘅眾生，你就無情嘅眾生。一個石頭，佢未必有言語、行為、有思想，所以我哋係有情嘅眾生。咁呢啲業力咧，就有善業、有惡業。善業牽引樂果，惡業牽引惡果。唔會話善業就出咗個惡果出嚟，唔會嘅。但關於呢個問題，因果的問題又要在另外一個解釋的。那為什麼有些人今世做了很多壞事，他又這麼好的報應？那這些一切一切佛經都解釋得很清楚，但今天沒有這個時間講了。我們講的題目呢，就是集中在煩惱業力，只是帶出來讓大家知道原來煩惱是由它的根源是由業力所產生的。由身口意所做的業力，無論是善惡、無忌，無忌即是 neutral，非善非惡，會產生一種力量，一種 energy。這種力量呢，又會驅使你產生新的行為，新的行為又會產生新的力量，如此輾轉相生，互為緣起，因引果，果又起，又落入因，因又引果，形成強大無比的業力推動輪，就叫做輪迴了。所以輪迴不是一個迷信的，輪迴，我做了鬼了，做了畜了，不是，是一個業力來推動你這個輪，你轉換你的形式，不斷將你的業力去提出來，這解。那這個業大家要知道了。那業裡面有共業和別業的，共業、別業。我們現在有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殼，一個禮堂，是共業來的，大家都可以享受的。所有的學生、所有的老師，所以大家都可以，我們現在今天他肯借這個地方出來給我們，我們都有這個共業。你沒有這個業力，你享受不到這個禮堂，你一定有共業才享受這個禮堂。即是醫院裡面，你可以去到個醫院，大家可以用那個醫院的共業。你沒有這個共業，你不會去到那個醫院。所有的買東西的超市啊、交通啊，全部都是共業所招的。但共業中有別業的，別業是各個不同的家庭，各個不同的遭遇，各個不同的性格，有些貧富，有些富貴，有些貧賤，有些健康，有些多病，有些長壽，有些妖節聰明愚痴，乃至各種各樣的煩惱都各自不同的。即是共業之中有別業，每一個人人哋話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每一個人的面是相等的，所以孖仔的面都不相等的。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其實人心之不同，各如其業，業力不同嘛。每一個人前生今世所做的都不會同的嘛，所以他的享用、他的遭遇都不同的，是各人收自己的業力的，那就叫別業了。好了，那我再現在我們是了解了煩惱先，正如我所說一開始開宗明義說，我們先知道煩惱的理論先，你要了解到它的原因所在，你才可以解決它的問題的嘛。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了解多一點，這個煩惱是怎樣的，煩惱所帶來的情緒病是怎樣的。煩惱所帶來的情緒病有抑鬱、焦慮、狂躁、自閉、自卑、自責、抱怨、失眠、多餘、食慾欠佳、多疑、絕望、思覺失調、精神難於集中、精神分裂、嚴重的時候自殺的傾向。每一個人不多不少都有這些的，我還有很多未寫下去的，自卑、妒忌、很多東西沒寫下去的。在座的有沒有人完全沒有這些的，一點都沒有的，舉手。有人舉手啊？哦，你不敢舉手，好像舉又不舉。哦，不是，他沒有舉手。個個都不能夠幸免的。為什麼個個人都不能夠幸免這種情緒病啊？你是帶業來的嘛，你是欲界的眾生，你就是帶欲界眾生，有五欲、財、色、名、食、睡，你貪財、貪色、貪名、貪利、貪食，全部有欲念而來的嘛，這些欲念一定會產生煩惱的啦。帶來負面的後果是怎樣的？影響身心的健康、工作、家庭、事業、學業、婚姻、人際關係，全部有影響。咁呢啲咁嘅情緒病，其實歸根結底，種種呢啲咧，都係從咩嘢而生噶？從佛經上面講嘅根本煩惱而生，就係貪嗔痴慢疑惡見。呢個叫做我執。如果用英文講 ，ego center， 你有個 ego 嘅，你有個自我嘅，呢個自我咧，你一定有貪，一定有嗔，嗔即係嬲怒啦，一定愚痴，愚痴啊睇唔到嗰件事實嘅真相，慢 arrogance， 輕慢別人，自尊特強 ，self aggrandization， self exaggeration， 疑咧 suspicion。時常都懷疑別人的邪見，不正的見解，我執，這叫做我執，執著。好了，煩惱是怎樣生起的？煩惱是怎樣生起的？ How do mental afflictions arise? Mental afflictions, mental proliferation， 它怎樣生起的？維摩經說，何為病本？何為煩惱的病本？唯有烹緣，從有烹緣，則有病本啊！喂，我哋講出家人講經要有根據噶嘛？喂，喺邊部經典講出嚟要有根據，咁先至可以點啊？可以有根據先講得噶嘛？維摩居士講，所有嘅煩惱都係因為你攀緣啊！因為有攀緣，所有病點為之攀緣啊？即是猴子在樹上面從一個枝攀到另外一枝，從一枝攀到另外一枝，永無止息攀緣。攀緣就是什麼？執著外境，由外境而影響你的心識的。這些是唯識學來的，我們慢慢再探討一下唯識學。現在我不過是講了45分鐘而已，計算我們靜坐，計算介紹，還有時間，不要睡覺、不應該是睡覺的時間來的。但有些人是這樣的，尤其是年紀大了，年紀大的人他會講講一下呢，我每一句說話都是他最妙的催眠曲，我一路講他是好好好好睡著，又有冷氣，又好像坐得都挺舒服。
何謂攀援？心念執著外境叫做攀援 ，attachment craving。點樣攀援法嘅？我哋嘅六根，好多人話我哋要六根清淨，我哋嘅六根，我而家好簡單咁開始介紹唯識學啦。唯識學亦都叫做 yogacara， 瑜伽行派，或者叫做法相宗唯識。梵文叫做 Vijnana Matrata， 叫做唯識。唯識裏面講，我哋有六根嘅，有眼耳鼻舌身意，要六根。我哋要令到個六根清淨，偏偏六根唔清淨，六根係攀緣外境嘅。六根點攀緣咩？六根攀緣六塵咯，色聲香味觸法，眼攀緣色。眼攀完色，眼攀完所有的存在的有形相的东西，眼当然是看有形相的东西嘛。耳攀完声，鼻攀完香，舌攀完味，身攀完触，意攀完法，这些一会再慢慢再解释，现在只是一个很 简介先。你的六根攀完六尘，为什么叫尘啊？六尘就是六境，为什么叫尘啊？我们常说尘境嘛，红尘白浪两茫茫，隱玉游和是妙方。咩叫红尘白浪啊？红尘是代表 space， 是代表空间，白浪是代表时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白浪是代表这个时间的汹涌，时间的激流。咁呢个尘呢代表外境，外境是客境，所以叫做所缘境。六根能够攀缘你的所缘境，要六尘。咁你讲佛经，梗有啲理论性嘅嘢噶，但系理论性嘅嘢咧，就会唔系咁容易了解嘅。当根对尘嘅时候咧，就会产生 consciousness， 就识啦。当六根对六尘嘅时候，如果佢冇专注，佢唔会产生识噶噃。或者佢冇六根，佢又唔會產生嗰個色嘅喎。隻眼睇唔到，佢點會產生視覺嘅色啊？耳聽唔到，點會產生視覺？點會產生聽覺啊？所以你個六根健康嗰啲人咧，就自然會執著咗六塵啦。健康嘅真係喎，你個六根如果好健康嘅，今時今日你用你個六根嚟做咩㗎？你唔係用佢嚟修學佛法嘅，你唔係令佢嚟眼睇嘅嘢。不是你应该看的东西，耳听的东西不是你应该听的东西。想不想我举例啊？举例，你的眼睛看什么的？你的眼睛看什么呢？每天在地铁里面，大家耷头耷紧，你看什么？看你的 WhatsApp， 看你的微信，旁邊有人咧，有啲唔好睇嘅嘢，你都唔敢睇嘅。人跟住人哋都未睇啲咩嘢？你隻眼係好多時睇你唔應該睇嘅嘢。你隻耳咧係聽你時常執著嘅嘢嘅是啊、個非啊，邊個好邊個唔好啊？邊個講衰你？邊個講好你啊？耳唔舌咧食你唔應該食嘅嘢，殺生食肉、龍蝦啊、象拔蚌啊。牛啊、羊啊，邊樣嘢你唔食啊？殺生食肉呢條脷，你完全用你嘅六根唔係應該做你應該做嘅嘢，點會冇業力？點會冇煩惱？點解佛法個偉大喺邊度啊？改善你嘅六根啊！釋迦牟尼佛嘅佛法叫你改善你嘅六根啊！最容易改善嘅第一件事改係改善咩啊？你諗下，亦都好難噶。改善一條脷啦，你唔好再殺生食肉啦。所以就好多人都食素嘅，食素嘅舉手。嗱嗱，佢而家改善緊啦，好多喎，開始食素嘅喎，仲係大肉王嘅舉手。唔敢舉咧，唔敢舉啦。日日你都要食肉啊，你唔敢，你用你嘅六根唔係用嚟 build up 你嘅智慧啊。是用你的六根誤用你的六根，六根誤用六塵產生六色，因此你的煩惱就是這樣起的。為什麼你有煩惱？就是這樣了。
你唔善用你嘅六根，你用你嘅六根全部系是非嚟嘅，全部系贪嗔痴杀盗淫妄嘅，你自己唔知啫嘛。讲你都唔会相信，你亦都唔会想改。所以其实我哋回心一谂，自己堕落系应该噶啦。因为点解你都唔想改？好啦，咁我哋讲咗咁简单嘅咧，要讲一啲深嘅嘢咯。深啲，我唔知道你接受接唔接受得到，唔接受都要讲啲啦，唯识学嘅嘢啦。大家知唔知道念心经，大家念咩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咩啊？大声啲啊！咩叫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嘛。咁五蕴系点解噶？唔知道。今日就解釋一下，繼續講埋呢度先。綠色攀能源綠塵，但係綠色又要靠你個綠根，有個根有個 sensory organ 先可以 create 到 consciousness。你冇 eyes 冇眼，你點可以 create 到 visual consciousness？ 睇唔到眼，睇唔到視噶嘛，所以必須要靠你今日嘅存在。如果你個綠根仲好健康，你的綠色還可以生起，你很慶幸了，活在當下。有些人不珍惜他的綠根，他的綠根還可以看到，還可以聽到，他不珍惜啊。所以有時候我們這樣想的，如果你現時有綠根，你應該很有感恩的感覺， You have a feeling of gratification， 你很 grateful， 叫做 I'm grateful for what I have now。你應該對你而家你現時擁有嘅嘢，你好珍惜啊！珍惜佢嚟利用佢嚟學佛，利用佢嚟行善，唔係利用佢嚟作業啊！你正正係利用佢嚟作業。由聽日開始要改啦，聽日開始食素得唔得啊？今日聽完之後，聽日開始唔食肉嘅，決定唔食肉嘅，舉手。有人聽咗呢句説話之後咧，我決定唔食肉。聽日開始食素嘅舉手，嗱冇啊，有啊，有一個人啦、啊，你個決定性好強啊！喂，你俾啲 feedback 我啦，講到口水都乾啦，只係得一個人，得一個人啫喎，講到咁耐時間，可以改變到一個人唔食肉，你話眾生幾難改咧？好啦，繼續啦。烦恼点样生起噶？众生所有嘅烦恼真系来自心嘅。人哋闹你，你真系衰，你唔好啊！闹你用或者粗言秽语闹你，嗰句说话，如果入咗你嘅心，你嘅心唔执着你，佢咧嗰个外境起唔到作用嘅。所以你唔好闹个外境。你令到我嬲，梗系你衰啦。但如果佢鬧你，你個心唔起嘅時候，冇作用嘅。所以你唔好鬧外境啊，不如你鬧你嘅心，你嘅心係執着咗外境。眾生為何不能解脱生死與煩惱？因為六根攀緣外境執着，障蔽咗自己嘅真心，就起煩惱造業。因為造業要受報，學佛者要消除內心嘅煩惱，主要係靠定同慧。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定慧係唔夠噶。當你面對境界的時候，我們的定位往往是不夠力量去消除內心的煩惱的，是不夠的。所以你一定要修學佛法，一定要禪坐。煩惱的產生不是來自引發煩惱 的境界，而是來自自己的心攀緣了這種煩惱境界，不能夠放下。只要你一放下，它不耐得你何的。所以只要對境無心，呂洞賓是修禪的，他見到黃龍祖師，黃龍祖師他問什麼叫禪呢？對境無心莫問禪，你對個境你沒有心執著了他的就是禪了，不要再問了，你有沒有對境無心？對個境界罵你，你不會起的親心，有淫欲的境界你不會起的色心，你完全是不執著外境的，这个就是禅来的了，彻底的禅，行不行？哪个人不执着外境的？
但是要经过训练的嘛，不执着外境，不是得个讲字的嘛。所以你日日去读那部佛经，你读完学士，又到硕士，读完硕士又读博士，读完博士又做超博士，你部经刨到烂熟，但你仍然是贪嗔痴杀到淫妄，那你个博士读来做什么？得个理论啊。所以一定要训练你自己的思维，从烦恼念头生起的时候，立刻恰真地放下，不执着，继而生起正念，安于正念之中，自然烦恼就淡化消失。由此可见，转化烦恼非得从修心着手，你不修心去除不了烦恼。万法为心，万物为色，为色无境。所以就是烦恼一定要从修心开始，你不要闹个境界，境界是无心的嘛。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受万物常围绕呢？你无心于万物，万物围绕着你都不会产生烦恼的。嗱，深啲啦吓，讲唯识啦。唯识第一个，唯识里面有八识，同五蕴有咩关系呢？喺度介绍出嚟。对于唯识嘅同学，你就已经好清楚噶啦。我喺不乱人间，我八识规矩仲写咗两年啦，写完啦，啱啱写完啦，八识规矩仲写咗差唔多100,000字。咁可能會出一本書嘅，我唔係為我本書宣傳啦，即係話，如果講唯識，識就是外境，一切嘅外境都係識，唔係淨係顏色咁解喎，一切嘅外境都係識喎，連聲音都係外境嚟嘅，都係識嘅。識即係咩咧？如果用英文講咧 ，protons、electrons、neutrons 等等所有嘅。All kinds of frequencies 都是叫色 ，sound frequency、light frequency 都是包括在色的范围。所以色是什么？眼见到 matter， 眼见到物；耳听到声；鼻闻到香；舌尝到味；身尝到触，身的触觉。但身尝到触呢个触唔系净系触觉嘅触，身体里边一切嘅内脏。互相的吻合，互相的協調，互相的流通都是叫觸。所以眼耳鼻舌身對觸，不是只是身觸覺這麼簡單的解釋，而是這個身的意思呢，就是身體裡面的36物，心肝脾肺腎皮膚等等一切，它裡面自己產生的互種一種互動，一種協調，那都叫做觸，亦都是空氣的出入，就叫做觸。咁眼對色，耳對聲等等，對咗之後點啊？對咗之後你會受嘅，你個 feeling perception 叫做 perception， 即係你個眼耳鼻舌身意，你嘅感官系統運作，你自然會見到世間嘅一切。呢、這個叫做 perception 啊，叫做吸入外界嘅嘢。人就係會吸入外界嘅事噶嘛。如果我哋用一個公式嚟解釋我哋嘅唯識學咧。那些全部是你的 front end salesman and sales lady， 他 在前面的柜台里面跟外界接触的，公司不跟外界接触，那怎么运作？这些全部在 front end 跟公司接触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所谓的 perception。 其实佛法可以完全 是解释世界一切事情的，包括 management，包括點 manage 一間 company 都可以用佛法嚟幫助你嘅思維嘅噃，呢啲要另外一課啦。嗱，咁既然識咗咗之後咧，你自然會產生眼耳鼻舌身呢啲 consciousness， 呢個係受嘅過程。你嘅眼耳鼻舌身意對色聲香味觸法接納咗外境一切嘅事物就係受啦嘛。呢個第一個過程先。我而家解釋咩？大家知唔知我解釋咩啊？我話明解釋心係點諗嘢噶嘛？如果你知道你嘅心點諗嘢，你先可以解決到你嘅煩惱啊嘛！你唔知道你嘅心諗嘢，你點解決心裏邊所產生嘅煩惱啊？即係如果你讀嗰啲讀 MBA 嗰啲咧，就會知道點解啦。Harvard study case，
You have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find out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find a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is solved. 即係四聖諦，苦集滅道。你要了解個問題，揾出問題嘅原因嘅所在。咁你而家就係了解問題嘅過程，我哋要知道心點運作嘅。你知道個心點運作，你咪識得點樣去訓練你嘅心咯。好簡單啫嘛，大家明唔明啊？咁我哋好啦。咁第二個部分，你當你睇到嘢、聽到嘢嘅時候，第二個部分你會點噶？你個腦會點動噶？你個腦係點？你個心係點運作噶？就會想啦，叫 cognition 想啦，就會想呢件事我點了別佢？點分別佢咧？你會產生分別嘅喎、哦。咁呢個分別咧，就係、是、一切喺意念裏邊嘅心理現象啦，包括咩啊？認知啊、了別啊、分析啊、憶過去、思未來啊、審慎思、決定思、洞察思，你會裏邊對外界接觸，你嘅心裏邊產生咗好多呢種嘅叫做咩嘢啊？諗呢啲嘢啦，你會諗嘅喎，叫做 rationalization。intellectualization， 你諗 analyze 啊，你會自然即係點樣咧？你間公司 finance salesman contact 咗之後咧，後邊個 manager 呢個 manager 管曬呢啲 salesman 嘅，呢個 cognition 就管曬呢啲 salesman 嘅，佢就會喺啲 file 度睇下以前嘅 file， 十年前嘅 file 佢都可以睇噶 ，salesman 冇得睇噶，唔俾公司嘅 file 點會俾你睇啊？但係嗰個 cognition 嗰個咧，就去分析認知啊、發掘啊。未來啊，佢冚棒佢搞緊呢樣嘢嘅，但係搞緊呢樣嘢都不單止喎、啊。第二係想啦 ，cognition 啦，仲有佢嘅心念，仲有繼續嘅噃，好複雜嘅噃。你而家要我哋要知道心理學啊嘛。嗱，我而家係將唯識學同心理學 combine 啦 ，perception、cognition 嗰啲全部係 psychology 嚟嘅，而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色、阿賴耶色全部係唯識學嚟嘅。我話俾你聽。佛教的唯識學是最高深的心理學，2600年前佛陀已經講過了，現在才叫做西方的心理學才將這些東西拿出來。佛陀一早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有八個色的，我們的 consciousness 有八種的，眼耳鼻舌身意末羅阿賴耶，八個 consciousness 在裡面的，不是只一個的，而每一個有它的作用的，叫做心王。心王有心所，大家可以，尤其是你係即係有啲人嘅分析能力、知識水準高嘅人咧，佢係中意從唯識學入手佛法嘅。佢唔係一定要拜啊，要燒香啊，要佢一定要係用理解去，最好喺唯識學裏邊理解。而西方信佛咧，越嚟越多人要想知道唯識學。我成日要睇一個鐘嘅，因為我中意。一陣講東講西講天文講地理，講到後來，我都冇講到，我都結果都冇講到嘢。好啦，而家開始行啦。你上咗之後就唔係咁簡單嘅喎。如果用英文講咧 ，ego attachment， 你會將你嘅 ego 混咗落去裏邊嘅個自我同你個 rationalization， 嘣一聲吻合，乜都要計較自己利益嘅。你個我上我執。混雜咗喺你嘅思維裏邊啦，帶落嚟嘅。咁呢啲係點啊？係前六識進行主觀嘅感應，形成自我嘅意識。咩叫前六識啊？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識。眼、耳、鼻、舌、身、意、無六識咯。六識裏邊再加多第七識，叫做末羅識，叫做 manas、mucnana， 就開始有個自我啦。呢個自我自然出現噶啦。你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思念都有個我相執著嘅，所以點解我哋要念《金剛經》啊？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觀一切法空。《金剛經》嗰個效驗咧，就係要你破我執啊，就要你破咗你個意識啊，破咗你內在嗰一種嘅執著啊。所以《金剛經》是禪宗的寶典，是個寶典。如果 你對《金剛經》看得通呢，你佛法很通的了。有很多法師都是 從講《金剛經》開悟的，其中一個 我聽過就是妙景法師，他是從《金剛經》裡面通了，所以他隨便講經說法
都是通的，一通即百通。好了，常与我见，我见我爱我慢我痴相应，恒常执着这个阿赖耶识为我，为我所有。咁最后啦，就叫做色里面咧系阿赖耶识。呢、这个阿赖耶识系咩呢？由前七色不断烹缘，配合外境六尘而不断起或造业。你所有嘅一切嘅业力做咗之后，执着咗之后，原来有个银行同佢存住噶喎。你所有嘅想念啊，每一个行为啊，从因到果，每一个思想，自然入咗个电脑噶。你以為諗下啊，我要想做呢樣嘢唔緊要啊，我都未做到。我想謀你嘅家產，我想騙你，我冇做到啊。你冇做到，完全你嘅你想念一起就入咗你嘅意識裏面噶啦，想都唔得啊。所以佛法嘅徹底點解佢係徹底修行啊？佛法要你修行，從念頭裏邊修行，唔係從你嘅行為裏邊修行。行為外表啫嘛，你念頭裏邊你都唔修，你修行為，你從枝末嚟修，你唔係從根本修，所以從你嘅心念修。呢、这個心念裏邊咧，將所有你嘅業力都儲存喺呢個阿賴耶識裏邊，就成為一切善惡過去等等嘅種子。嗰呢個叫做 Alaya Vijnana， 就係叫做阿賴耶識。呢、这個整個呢個咁嘅系統就係八色，邊八色啊？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末羅色、阿賴耶色，你數一數總共幾多啊？八個啊嘛，呢八個就喺你嘅心裏邊，日日喺你嘅心裏邊活動，你自己唔知啫。你每一個心念都儲存咗喺度噶啦，所以你每一個心念都要善噶。你個惡嘅心念唔好存咁多惡嘅心念喺度啦，你未做出嚟啊，都係惡噶。如果你的心，因為我們在欲界自然有欲念，尤其是男女的情欲，當你的男女的情欲孕育在心念裡面，你孕育已久必會產生行動。當個心念強的時候，自然付諸於口，口裡面所講的和行為會表現出來。所以你不要那麼多邪念，不要想東想西，想想想想想你就會做出來的了，做出來就會帶動你很多煩惱的了。所以改善，從心念開始改善。這個是很簡單的跟你講唯識的道理。那我們現在繼續了，在這裡，這個你現在看這個 slide 呢，就是很簡單地將八色來介紹出來，這個叫做八色心王，你個個人都有的。當你有這個八色心王在你的心裏面活動的時候，同時會怎樣？有五十一個心所跟他一起活動的。心王就是第二個皇帝，心所是他的大臣。這個八個皇帝在你裏面活動，你自己的皇帝的心裏面的皇帝，自然有五十一個大臣幫助他 做行為出來的，叫做五十一個心所。如果用英文講咧 ，concomitant mental functions， 同時有呢個心理作用嘅，呢啲係心理學嚟噶啦。即係話你呢啲咁嘅識咧，呢啲 consciousness 咧，自然有五十一個呢啲咁嘅 mental functions 幫助佢活動嘅。呢五十一個心所係咩心所啊？如果你話讀唯識學嘅同學啊，一定會知道噶啦。其中有二十六個惡的心所，有十一個是善的心所。咁當然有偏行啊、別境啊等等啦。嗰啲我哋又唔係研究唯識嘅，我哋唔需要學唯識啦，唔需要講唯識啦。但係先講善同惡啦。我哋有二十六個惡嘅大神幫你作惡，有十一個善嘅大神幫你作善。當你諗嘢嘅時候，二十一六個係奸嘅神喎，秦桧嚟個都係。只係得十一個係岳飛啫喎，咁邊有得鬥啊？所以多數都係衰人，包括我自己喎，包括我自己，我唔敢話你係衰人啦，係咪？所謂衰人即係話有惡嘅人咯。有二十六個惡嘅心所裏邊有咩啊？貪嗔痴殺盜淫妄嬌喘狂呼，
害不放人。读唯识学的人就知道了，我们读唯识学要将这二十六个心所背出来的，还要知道每一个心所的 nature， 它的自性是怎样，什么叫狂，什么叫福，什么叫喘，什么叫不放人，什么叫贪嗔痴慢疑等等。那我们研究唯识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它这些问题，你就知道那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善的有什么东西？行善的有十一个，但是不够它挥，不够这二十六个恶的人挥。所以我们多数做的衰的多，好的少，做衰的多。所以我们 要看看我们的行为了。好了，讲完之后呢，我们又讲一下个色里面。那为什么我们个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啦，死了什么都不知道啦，那这些恶业那些东西去哪里？有些人说，我死了什么都不知道啦，我现在快乐就行了，我有钱赚我就尽量赚钱，对人家有什么害 我不犯，没犯法就行啦。 你理我做什么生意啊？你理我做什么？我没犯法就行啦，政府都说 OK 的，我什么都可以。我有些人走法律了嘛，未必的喎，未必的喎。如果你所做的嘢牽涉到好多惡業咧，就算是合法的都有好大的果報嘅喎。點解啊？因為所有呢啲嘢都儲存喺你裏邊嘅阿賴耶識噶，你唔可以輕易就咩都可以做噶。呢樣係咩咧？我哋嘅心識裏邊儲存無量嘅種子，有煩惱嘅種子，有惡嘅種子。眼耳鼻舌身意，跟住咧呢啲咧，你嘅意識同埋你個嗱眼耳，我哋咁樣睇啦，眼耳鼻舌身 ，all this 我叫 front end salesman， 意識 the manager， 末來識係咩啊 ？board of directors， 末來識係計自己嘅利益嘅咋，我理得你啲 salesman， 總之你的 financial statement 要好，我上到市就搞定了，我理你怎麼做。他是末來式來的嘛，他是 board of directors 來的嘛，意識那個 manager 呢做到你一隻東西這樣，你做得不好就炒你咯。 board of directors 是 看你的業績的嘛，但是當然成功的 board of directors 是不只看業績的，就是怎樣貢獻，怎樣改善。更加好的 board of directors 是怎樣呢？他怎回饋社會利益人群，那些又另外了，那些又另外的講法了，對不對？反對的舉手啊，沒人反對了嘛，那可以繼續了。阿賴耶識，你的種子裡面有根本的煩惱貪嗔痴慢疑惡見，有小除煩惱憤恨福惱疾慳狂喘害叫中煩惱無慚無愧，大煩惱無慚無愧，即係冇慚愧嘅。有好多人冇慚愧心嘅喎，你佢做錯咗佢都唔承認嘅喎。所以呢度俾我哋啲嘅啟示，如果嗰個人有慚愧心咧，佢慚悔咧，你唔好話我唔接受你嘅慚悔，唔好喎，因為佢有慚愧心已經係善啦，佢有慚愧心就係好噶啦已經。所以你不要懷恨別人，如果有人對你不住的，他向你認錯，如果你能夠接納他認錯，就變成善，叫做有慚有愧了。善裡面是有慚有愧的，可以跟著善了。善是什麼？十一個善的大神，信、慚、愧。有慚有愧是好的，我感覺到慚愧是好的，無貪無嗔無痴勤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等等，即是說這些所有的種子呢都是儲存在這裡的。那我現在看看我的鐘呢，我講了一個鐘頭零半小時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零半小時，即是60加30，即是多少？90。那即是我現在已經講了了解煩惱，不要繼續講下去了，繼續講下去我們沒得 practice 的了，沒得練習的了。我們現在是了解煩惱，對於煩惱大家有個初步的了解有沒有？有有啦，那不如歸納一下啦。煩惱是從何而起的？是不是從人家罵我，從外境而起的？他的聲音罵我，他的聲音就是煩惱。
或者佢有咩嘢，佢個某一種好處佢唔俾我，佢唔俾呢個好處就係佢增加我嘅煩惱，係唔係啊？唔係，係由自己嘅心，因為執著咗呢樣嘢而有嘅。你要了解個煩惱係煩惱從自心開始，而呢個自心我哋六根六塵烹完咗外境，執著咗外境，因為執著外境帶動你裏面嘅心所，你個惡嘅大神咧叫你係啦，你咪鬧佢咯。呢個人係好衰噶，你睇下點樣呃翻佢轉頭，或者應該點做點做。佢鬧你一句，你咪鬧佢兩句咯。使乜驚佢啊？即係自然有呢啲幫助你作惡噶，因為佢自然裏邊就有佢裏邊嘅大神，呢啲係唯識學嚟噶。咁要了解呢個煩惱。咁我哋了解煩惱之後，咁我哋要開始點樣樣咧？要去除煩惱噶咯噃，唔係淨係得個講字噶噃。去除煩惱，第一就係點啊？禪修止觀啦，禪修止觀。咁咩叫禪修啊？咩叫止觀啊？咩叫禪啊？有啲人禪靜坐咪禪咯，靜坐就禪。永嘉大師點講啊？行也禪，坐也禪，與默動靜體安然。禪啊，唔係淨係靜坐嘅噃，行都可以禪嘅噃，語中就有禪嘅噃，靜嘅時候有禪嘅噃，行住坐我都有禪嘅喎。咩叫禪啊？禪修，禪修即係咩啊？即係修心。禪，我喺理工上幾前幾次講禪修淨化身心裏邊都講得好清楚噶啦。禪係有如來禪同埋祖師禪嘅。祖師禪就係中國嘅禪，如來禪係釋迦牟尼佛有禪經嘅根據有禪嘅。禪即係心，你冇修心，你即係冇修禪。禅修，咁咩叫止觀啊？止觀係達到禅修心、終極修心嘅方法，可以用止嘅方法，可以用觀嘅方法。咩叫禅修？我哋用新嘅名詞去解釋禅修，係心靈嘅治療 ，meditation therapy。越嚟越多 meditation therapy 啦，你唔想你上去 Google 睇，你打落去就知啦。原來用禅修嘅方法真可以治到煩惱嘅喎。有科學根據嘅噃，咁我哋用將佛經套入去啊，止同埋觀，止係專注一境 samatha， 即係 anapana， 我哋就 samatha 裏邊，我哋用一個方法叫 anapana zatti 就係安波守意嘅 focus， 止係有一個所緣境。你用一個所緣境嚟將你個專注力集中喺嗰度。我哋而家個所緣境喺邊啊？譬如我而家咁，我而家個所緣境喺邊啊？我而家個所緣境就咁多樣嘢，我對住你有好多個所緣境。你講嘅説話我唔中意聽嘅，嗰個説話係我所緣境。我而家食緊啲肉嘅，呢個肉所食嘅味道就係我所緣境。我而家眯埋隻眼，我諗下昨日點解我嗰個朋友 Mr. A 同我講呢啲咁唔好嘅説話？佢係侮辱咗我，我係唔中意嘅。昨日我係做咗啲嘢，佢批評我。你嘅意念將昨日嘅事勾翻上嚟，擺喺台面，再諗佢。點解我女對我咁？點解我仔對我咁？點解我丈夫要同我離婚？點解我個仔而家唔孝順？我女而家唔孝順？點解呢樣？點解嗰樣？你全部將昨日嘅事、前年嘅事擺翻落個台度，再去諗佢。嗰陣時候你個腦擺喺邊啊？止於邊度啊？止於煩惱，止於過去嘅煩惱，止於未來嘅憂戚、未來嘅恐懼。你個止用錯咗啊！你個所緣境唔係用真正好嘅令到你嘅禪修禪嘅所緣境，你係用煩惱嘅所緣境做你嘅境，好冤枉嘅噃呢樣嘢。過去嘅悲哀你永遠執著，過去嘅唔好嘅你永遠去諗。誰對你不住？ 我遇到的居士真的太多了，朋友啊、親戚啊，經常說來說去都是，哎呀，我為什麼這樣？他又誰不好，那個誰不好，全部是以往的利益，那個記憶來的，將他帶去現在。你的所緣境太多了，你想過去的事太多了，還有憂鬱未來，未來我怎麼辦呢？我現在獨身的，
我將來有病邊個照顧我呢？我啲財產點分配呢？我而家點呢？我而家點呢？哇！永遠都係將來嘅所願景，未有呢個所願景出，你去諗佢啦。現在嘅所願景啊，多得很啦。你打開自己嘅 computer， 你每日對住嘅所願景越嚟越多啊！你又上 YouTube 啦，上 Yuko 啦，上呢個 WhatsApp 啦、微信啦，哇！你嘅所願景好慘嘅，其實如果天上嘅天人修禪嘅望到我哋啊，話你真係悲哀啊！真係成日耷低個頭望住你自己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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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嘅嗰嗰嚿爛鐵，就係咁篤，係咁篤。以前冇嘅喎，以前邊有呢啲嘢㗎？唔係你唔好笑喎，其實係好慘噶。鬧你又喺嗰度，你鬧翻人又喺嗰度。咁呢個指你嘅所緣境係咩啊？你用錯咗你嘅所緣境，你個 objects of attentions all wrong。廿五號喺廣大講，就係得300人嘅啫，冇曬飛啦已經。但我諗有啲人未必去嘅。But the talk will be in English.And that's my first challenge in Hong Kong, talking about English. Oh, I'm a Chinese. 但我話：喂，你哋攞飛嗰啲人係咪個個都廣東佬嚟㗎？咁我唔使講英文啦。個個都係就係呢班人嘅講英文嚟做咩啊？唔係啊。到時如果到時咧，我會見風使你㗎，執生㗎。一去到嘅時候，我話：喂，你哋唔識聽廣東話嘅舉手。個個都唔舉手嘅，我話咁你嚟做咩啊？即係我個目的就係想話喺 Hong Kong U 講俾嗰啲 expert 聽噶嘛，或者嗰啲 ABC 啊、CBC， 大家知唔知咩 ABC 啊 ？American born Chinese、Canadian born Chinese、Australian 叫做 Australian ABC 咯，即係 New Zealand 啊、whatever England 啊，我就係嗰啲唔識中文嗰啲啊嘛。開始派飛嘅時候，你覺得點啊？派曬全部嗰啲都係。不應該說阿毛阿嬸阿毛你奶啊阿伯那些那我來做什麼來聽什麼沒什麼意思的而已所以即是到時呢我告訴你聽就可以到時個個都懂聽廣東話的就不說英文了但有些人這樣的我去聽看你的觀城法師說英文看你說成怎樣有些人這樣的所以我這個是 challenge 來的It's not an emotional challenge, it's a talking challenge. 觀呢？觀呢就是當行正念，觀身不正，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叫 Vipassana。Vipassana? Samatha and Vipassana。這個叫 insightful contemplation。指就是用一個方法將你的集中力集中在那裡。沒有一個 insightful 的，即是沒有冇個智慧去觀察佢嘅觀就唔同啦。觀除咗有指之外咧，你仲係去用一個了解嘅方法，明白佢嘅意義嘅方法，深入佢嘅智慧嘅方法，令到你達到更高一步嘅心靈嘅解脱，能夠達到無上正等正覺、正念、涅槃、平靜、平和。你係有智慧擺咗落去嘅。如果再簡單啲嚟講，指就係我訓練我自己點集中咯，即係話將你個放大鏡喺個太陽下邊 focus 到下邊 ，boom 點咗火出嚟啦。你冇呢個放大鏡嘅 focus， 你點點火啊？但係你點知道呢個放大鏡集中嘅力量下邊就有火咧？係靠你了解呢個 knowledge， 你認知原來呢個智慧。不是個個人都知道放大鏡裏面集中個焦嗰個火個焦咧，就會有發放出火噶嘛？呢種係要了解你有呢個方法，呢個方法就係觀嚟噶啦。我了解咗呢種方法，或者我觀咗之後咧，我懂點樣利用呢個火去做啲更加有意義嘅事。咁呢個就係觀嚟噶，即係話裏邊有智慧嘅存在嘅。呢度講到波耶啦 ，Prajna， 波耶波羅蜜多心經，波耶心經就是。波耶金剛波耶波羅蜜經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咩叫波耶啊 ？Prajna 波耶 pra 點解啊 ？pra 就波耶啦，梵文就 prajna 嘛。波耶就係無以上知，冇嘢可以再高級過佢噶啦。
叫做 prajna。prajna 係點解咧 ？knowledge 即係無上嘅智慧，無上嘅了解。呢個無上嘅了解咧係出世間嘅智，而你個智慧可以達到超越咗世間法，能夠遠離六道輪迴、離苦得樂，去到一個無上正等正覺嘅境界，嗰個就波野啦嘛。觀就係要波野嘅，以波野嚟照嘅，止就係一個方法嚟嘅啫。所以止觀必須相混嘅，唔可以淨係有止冇觀，有觀無止又唔得。如果有止無觀嘅，冇智慧咯；有觀無止嘅，真係冇方法啊！我都集中唔到精神，我點樣 去分析啊？所以而家我哋咧要有止有觀嘅噃。咁我哋點止先？我哋點樣去止？將注意力自然置於鼻端，因為我哋而家我哋今日用嘅止嘅方法，止嘅方法好多嘅喎。我哋今日用嘅方法咧就叫安波守意 （anapanasati）， 安波守意，感覺呼吸嘅入與出，保持心對外緣境念念分明，不忘失。是禅修导师推崇的教导，这个禅修必须要佛陀的教导为依据，以持戒清净为前提，这个是活在当下的出入式。有些禅师说 Right here and now， 什么叫 Right here and now？ 有些人说活在当下就是 Right here and now， 就是说不要执着过去，不要恐惧未来，活在當下。咁當下活在，咁我話咩叫當下？咩叫當下？最當下係咩當下？最當下就係你呢個呼吸咪你個當下咯。當下個呼吸啊嘛。The present moment is nothing but the breath. The breath sustains your life. 呢個就係當下裏邊嘅呼吸啊嘛。點解我哋用呼吸去做我哋嘅禅修嘅一種所緣境啊？乜嘢嘢係最近你嘅身體噶？最普遍喺你嘅身體存在嘅，就係你嘅呼吸啊嘛。乜嘢嘢對你嚟講，你嘅身體係最重要嘅。你唔好話我係燒鵝瀨粉啊，牛百腩啊，雞啊，乜嘢嘢令到你嘅 有生命嘅存在嘅最重要嘅嘢，就係你嘅呼吸。釋迦牟尼佛帶住一切嘅禅師非常高超啊！他用你 What is the most akin to your body? He's using that to teach you. Your breath. You can never leave your breath. 如果你不愛了你的呼吸，你就死亡了。所以你的呼吸對你來說 是延遲你的生命，用你的呼吸來你的所緣境，你會比多寶貴呢？所以你不要經常找咁多去啊！呢度又話去呢個佛堂，去嗰個佛堂，十幾個佛堂，每個佛堂一個就係念佛是誰 ？Very good， 我係林濟宗噶，我同阿一清法師成日打坐噶，念佛是誰非常之高超，但係要你嗰個智慧水準高啲先係得。我記得有一日有個人話：，我話法師，我想問你。成日念佛是誰好悶嘅喎，念佛是誰咁點咩咩念係咪揾到個答案就搞掂啊？哦，念佛係邊個咧？我揾到邊個我就搞掂啦，係咪啊？即係佢唔知點解啊嘛。你用安波守意嘅方法容易啦。嗰個係如來禪，出入嘅如來禪。嗱，咁我哋而家我哋嘅座禪咧，今日我哋練習嘅咧就係用如來禪，釋迦牟尼佛所講嘅如來禪。即是 Mahasatipatthana Sutra 大念處經裏面所講的。怎樣呢？我們有眼耳鼻舌身，平時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有些什麼東西啊？我們的眼執著色，耳執著聲，鼻執著香，舌執著味，身執著觸，有眾多的所緣境，很多所緣境的嘛，我們的所緣境都丟掉它，眼不執著色，這就變成這裡沒有東西，眼不執著色，這個緣裡面沒有東西嘛，耳不執著聲，鼻不執著香，舌不執著味，身有了，身觸覺叫做出入式，有個觸覺梗有了。現在我們用這裡用空氣入來啦，
咁我感覺到噶嘛，呢、這個咪觸覺啦。一陣間個空氣出去啦，又感覺到個咪觸覺啦。即係將你嘅色、聲、香、味放棄咗佢，唔好執著你嘅色，唔好執著你嘅聲，唔好執著你嘅香，唔好執著你嘅味。只有一樣嘢啫，你嘅所緣境簡化咗佢，就係用觸覺，觸覺你嘅出入色。明明我講咩啊？互動啲啦，明嘅舉手。是不是不明白的請你起身，你又不敢起身，你又不舉手，那即是沒有互動啊。再舉多一次，你明白我說什麼的舉手啊，多一點了，又多一點了。即是現在叫你將你的色聲香味都不要啊，只是要你這裡啊，只是將你的觸覺成為你的所緣境。那你的觸覺就是你的空氣的入出，即是好像什麼呢，你好像自己是一粒芝麻仔，就是在你的將這粒芝麻，這粒芝麻就是我來的了，我將它按在我的鼻哥窿裡面，我不是我來的，我是無我，我是一粒芝麻在我自己的鼻哥窿裡面，現在我吸入空氣了，呼出空氣吸入，行不行？你不是你，行不行？什麼叫不是我？不是我，你不是你，你無我，你只是變成一粒芝麻仔在你的鼻哥窿裡面，感覺 它的呼吸入出入出，這樣先，暫時是這樣先，你不要永遠成為一粒芝麻仔，你變成你回不回轉頭不關我事，是一個方法來的。好了，那你的意識呢，不攀緣過去， You don't think about the past， 不攀緣未來， You never attach to the future， 只是注意到自己的出入式，活在你出入式的當下，明白嗎？明白啊。第二了，那你說好了，我現在只有一粒芝麻在這裡打坐靜坐，忽然間BOOM，忽然間聽到很多聲音的嘛，對不對？或者忽然間隔離那位仁兄不知道查了什麼口窿水，臭臭地的，這邊那個又臭汗，很難頂喎。再後面那個呢，拿個三文治來咬咬一下，那個 是 Kentucky Fried 來的，或者家鄉雞又未定啊，麥當勞又未定，我就未的嘛，那我未會聞到東西的嘛，一聞到東西我就想想，哇，那些是牛肉味來的，這個人怎麼那麼差的，來聽經有些牛肉來吃，或者這個人吃了糖，那你要聞到的嘛。當你做緊呢個觀你個所緣境嘅時候咧，你自然有好多好多嘢，你仲會入你個腦嘅。嗰、那個叫做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好多嘢會入你個腦嘅。一入你個腦，即刻流走佢。我唔諗嗰啲家鄉雞，我唔諗佢嗰啲咳嗽騷擾我。我完全眼耳鼻舌身裏邊有。當我有所緣境的時候，都有很多東西入我的腦子嘛，我馬上將它流走，行不行？不想它，我會想的，為什麼這個人咳，或者這個人的電話它震動，這個人的震動的電話我會聽到它，那我就沒有這個所緣境了，我沒有想到這粒芝麻這裡出入，我就想了它的電話了嘛，哎，不要想了，我讓這個念頭流走，行不行？行的嘛，行不行？有兩件事，一件事你的所緣境就在這裡，這個是你的止於這裡。第二件事你有智慧，這個智慧就是任何的 distraction， 任何的騷擾你都將它一入到來即刻流走它，這個都是觀的方法，有智慧在裡面的方法，明白嗎？這個就是觀的方法，這個裡面不是只是所緣境，不是只是止，還有觀了解它這件事的方法，要兩件事合埋先係叫做禅修啊！眼雙眼要微合，冇咗眼嘅所緣境。如果你一路止於呢度嘅時候，就擘大個眼睇下呢個燈，睇下呢個光，你都冇咗個所緣境咯。你個眼要微合，就冇咗色嘅所緣境啦。咁跟住咧，耳聽咗聲音，將佢流走。例如我 quote 出嚟咧，係《楞嚴經耳根圓通章》裏邊講，觀音菩薩係點修行噶？觀音菩薩是修耳根圓通的，
佢係訓練自己聽到嘅聲音咧，唔俾佢累積喺自己嘅心裏邊，將佢流走。人哋嘅叫罵聲啊、海嘯音啊、乜嘢嘅聲音，佢都唔會喺個心度讓佢流走。初於民中，入流亡所，所入寄籍，動靜異相，了然不生啊！大家有冇睇過《靈驗經》啊？有冇聽過阿傳慧法師講《靈驗經》啊？傳慧法師講《靈驗經》number one 嘅，海人老法師嘅高足嚟噶。可惜呢位法師已經離我哋走啦。如果你冇聽過，咁有帶聽嘅，有 CD 聽嘅，係以前有位海人老法師是靈驗王嚟噶，喺北方咧有一個法師啊，喺龍華寺叫做咩法師啊？記唔記得啊？龍華寺裏邊嘅咩法師啊？元英法師嘅靈驗經又好精彩嘅。如果大家想聽靈驗經，你咪元英老法師啊，海人老法師啊，海人老法師裏邊有好多高足嘅，傳慧法師啊，文殊法師都有本靈驗經嘅注解噶嘛。那些全部可以令到你了解怎麼坐禪的，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裡面，觀世音菩薩怎麼在海邊靜坐修耳根圓通，一根清淨六根還圓，當你的耳根圓通清淨的時候，眼耳鼻舌身意都清淨了，一根清淨六根都變成清淨。這些呢講靈驗經的時候才說了，鼻香隨入隨出，咩叫香隨入隨出啊？隔離嗰個人有臭汗嘅，我聞到呢度影響我坐禪，我而家我所念境冇咗啦，我好憎呢個人啲臭味，誒嗰啲香味將佢留走，唔好留喺度。舌味當下隨出隨入，你冇舌味啦，除非你食緊嘢。身觸覺只有個出入式嘅所念境。意咧，意唔執著過去。不懷戀過去，不擔憂未來，活在當下的鼻息。那這個就是六根了，六根是要這樣運用的，當下察覺六根的所緣境，而不起第二念的妄想分別。當下察覺六根的所緣境，就是活在當下的鼻息，不作第二念的妄想分別，就是清淨，清淨自己的意識。那這個就是止，基本上是止先，觀再慢慢講。嗱，咁大家明白咯喎，再嚟歸納一下啦，點樣修啊？前五識活在當下，唔執著外境；意識唔攀緣過去、現在、未來。如果大家仲唔得嘅咧，唔可以係一粒芝麻仔，有啲唔用得一粒芝麻喺個諗住個入出入識嘅，你就數咯，數隨止觀還靜啊嘛。六妙門，大家有冇聽過？有冇讀過天台宗嘅？智者大師的六妙門啊，同蒙止觀啊，凡是修禪的人，修如來禪的人，必須讀天台宗的智者智危大師或者智者大師的著作《摩诃止觀》、《六妙門》、《同蒙止觀》。六妙門裏面咧就係、是、其中一個數隨止息還靜，數空氣入就數一，風氣出嚟唔數，空氣再入就數二，出嚟唔數，只數入不數出，或者有啲人。只數出不數入，即係數個 number。我而家我又唔中意用芝麻嘅方式感覺我個空氣喎，我要空氣一入我數一，呼出去唔數，再入我又數二，呼出唔數，再由三去到十，我又走翻上去一，叫做數息。明唔明我講咩啊？唔明嘅舉手，個個明啦，好明白。冇人舉手嘛，咪即係你唔明白啊？唔明你明唔明啊？你唔明啊？如果話點解你唔明咧？咁你舉手講一輪，我要好多時間。咁你唔明咧，冇法子啦。你唔明白，第日睇再睇下呢啲關於數息嘅個方法。即係話咧，你坐喺度，你有呼吸噶嘛？係咪啊？梗有呼吸噶啦。你咩都唔理，淨係留意你嘅呼吸。咁留意你嘅呼吸。你的意念集中在呼吸度，你個人先慢慢慢慢，你諗咗第二樣嘢噶嘛？諗咗昨日啦，諗咗明日啦，諗咗今晚要做啲咩？會諗噶嘛？你唔諗，你成日都係數住。我而家空氣入啦，我 one 一出唔諗，空氣就二
你諗嘢嗰個念頭變咗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去到十啫嘛，去到十又走翻上一，大家明唔明啊？明啦嚇，好啦。咁而家點啊？靜坐禅修幾十分鐘學習，明唔明？你用呢個方法，用指嘅方法，自己觀察下你自己嘅心入出入出，你唔好欺騙你自己啊！你唔好瞓咗覺啊！你瞓咗覺冇做到呢樣嘢，你真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或者你唔數，你感覺到你嘅鼻入鼻出，就係感覺止於鼻端嘅呼吸，活在鼻端嘅當下，明唔明？我而家開始十分鐘咯喎，開始咯喎，好，而家大家熄燈，我叮一聲咁就開始，或者我嗒一聲開始，到時我。嗒嗒兩聲叮一下咧，我就嗒一下，咁大家可以止靜啦，可以出靜啦嚇。好，我哋而家開始啦，可唔可以將嗰啲燈光較暗啲？嗱，我哋開始，你個所願境係咩啊？講出嚟啦。唔係淨係鼻喎，佢你個鼻息啊嘛，呼吸啊嘛，鼻喎。所以如果你記住個鼻啊，鼻個準頭裏邊有幾粒芝麻噶嘛，或者佢個鼻幾大，唔係個鼻裏邊嘅呼吸啊，裏邊嘅。嘅呼吸入出，你感覺裏邊嘅空氣啊，呢個就係你嘅指嘅所緣境，止於鼻端裏邊嘅入出息，明唔明？一切六根裏邊諗到其他嘅嘢咧，打亂你呢個數嘅咧，你都要放下佢，唔再去諗佢，淨係諗個鼻息，